哦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啊，我第一次用扭蛋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我都用蛋呢、啊。各位有没有感觉，我现在新媒体创作者的礼物反而蛮多的哦？对啊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知名 YouTuber， 十万都破不了叫知名，别笑死人、哦。我要送你的是一个我觉得在防疫期间非常好的东西，完整的。节目已经登场，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各位粉丝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到孙总频道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企划，先看一下桌面好不好？我为什么会拿这些东西出来？哇，冠达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爱我。这个特别企划是我临时想。你有没有生日？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东西？你对人家好不好？人家爱不爱你哦？所以我们今天这是什么？这是中秋礼盒，对不对？中秋贺礼大车拼，样样都是感动。要不要先介绍一下？因为只有这个，你把它完整的摆出来了。我不得不把它摆出来，来扫一下，扫一下。谁有萧敬腾的产品这么完整？只有孙总有。说起来很丢脸。我一个好友，好妹妹。他晒出萧敬腾送他萧拌面，我就在他的留言里面留了一个说：“哎，你还有价值，所以你收得到萧拌面，我就没有。”我真的是开玩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怎么有这么厉害的经纪人，所以我说人成功不是没有道理。马上私讯你，对不对 ？Summer 立刻私讯我，他说找到野生的孙总，怎可轻易放掉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要送那个萧拌面给我。我说不要这样，我只是开玩笑。他说这才几个钱，能让你吃到让你开心是最快乐的。我没有想到第二天我收到一个大包裹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些，连口罩都有，装了他这一年所有代言的。对，你看有这么漂亮的口罩，洗卸两用的，来让你不紧绷哎。中文字不紧绷，就洗完脸不会不舒服的嘛。还有这个精华液吗？对，类似精华液，活水精华。活水精华液啊，两瓶哦，超自然天然肥皂，还有哦，这个我非常需要，萧敬腾的面膜，这有金箔哎，真的呢。萧拌面的所有口味都有哦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麻辣鸭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今天就要把我收到的中秋贺礼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是9月10号，你看，对，还有10天才中秋节啊！我已经收到这么多礼物了。OK，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开箱。所以你说我红不红？这些人眼里你很红啊！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有粉丝寄给你的吗？有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赚钱都很辛苦，钱留着自己花。所以粉丝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就是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因为这个不花钱。孙总要10万订阅，我就是要那块浮夸的奖牌。酸民说我很可怜，还跟粉丝求要10万订阅，怎样？我就是可怜，怎么样？我有残障手册，我法定残障，怎么样？酸民，赶快去找工作啦，拜托你啦！我们现在来开第一个礼物是什么？第一个礼物，我们楼下咖啡厅。哦，你们这高级住宅咖啡厅，咖啡厅怎么叫？哇，咖啡厅，咖啡厅自己可以出礼盒，代表它是很厉害的咖啡厅，很棒哦。哎，很棒哎，这礼盒做的很棒哎。月饼我觉得这样小小颗的很不错哈，就吃的比较回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的建商送我的。现在怎么都那么浮夸啊？因为你住的是豪宅啊。哇哇，哎，这看起来很像金砖哎。茶叶。哦，茶叶是不是？通常这种茶叶都不舍得喝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包装的很漂亮啊。哦，高山茶，三零七的高山茶，这个金色就让你觉得收礼的人觉得你很尊贵，适合我这种浮夸的。这个纸盒没有这么厚，感觉就你先看一下是谁送的，再讲。哦，这样子啊，真的不能说，对对，这是我最爱吃的面包店。哦，对，这是谁送的？我的好朋友，我好爱吃他家的海盐面包。哎呦，我最喜欢吃的这个叫什么？有很多坚果那种的，我知道，坚果杯那种的。对对对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好好吃，你也知道。啊，他凤梨酥做这么小颗也很好，一口。我很喜欢吃简单的绿豆泡。他还有蛋黄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也算很有诚意的。谢谢小鲜肉，我都叫他小鲜肉。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因为他上面竟然有贴这个。哎，我的菜刀呢？看到没有？它上面有一张符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维腾。哦，粉丝一生好命。一开。我们看维腾给了什么，叫我反着来。哦，他给我这么多扭蛋，哦，所有维腾公仔的扭蛋，人家都要预购买才能买一两个，维腾给我二四六八十个，你蛮不到的哦，你公仔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啊，我第一次用扭蛋。对啊，因为我都用蛋的。这可以播吗？不要被黄标！哇，好可爱啊！这是惊吓中的维腾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喜欢公仔的，你这么喜欢公仔的，我觉得好像有人在酸我，这个好像很适合我，好可爱哦！组起来就像这样子。他给我整组有十个哦，所以你可以排一整排这样子。所以维腾对我诚意十足，100分。好，下一个，希望万事吉祥。哇哦！多省钱啊，一个礼盒贴三个名片，这谁送的？科科农场。对，他写科科农场。我的音乐给他代理，所以你们在全台湾的各平台听得到所有乔杰利的歌。哦，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三个名片？对啊，贴三个干嘛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这是我喜欢的 Hermes 橘，你忘了？对，它也是月饼，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口味，才不会吃那么腻。但是为什么要三个人送？三个人不能送三盒吗？科科农场，你这么没赚钱吗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谢谢科科农场，虽然你们三个人送一盒，礼轻情意重，孙总还是满满的感动。接下来这个我实在不懂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有两块酱油？这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，他人家有一个礼盒啦，他们特别跟我讲说，他们找了好久的天然的酱油，所以这也是礼轻情意重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没错，这也算是自己的产品。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中秋礼盒会有酱油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是不是有创意？中秋节送酱油，过年我看他要送什么？好的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哎，他连盒子上都有哎。对啊，崭新的一天是谁送的？这还需要问吗？彼得爸与苏珊吗？哦，送这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嘞。那你穿白的就像一颗蛋一样。兔孙总啊，第二啦，第二，第二，很开心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，祝福你的身体健康平安，希望有机会再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中秋愉快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哎，怎么会这么认真啊？对啊，做得好认真啊！哇哇哇哇，你看，厉害哦，还有个环保袋。对啊，这个好有诚意哦。对啊，哎。这个是客制化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真的好有创意哦！真的是不是？他的经纪人好厉害，好会谈。见证哇，月饼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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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维乐山丘的哦，谢谢彼得爸与苏珊吗？各位有没有感觉我现在新媒体创作者的礼物反而蛮多的哦？对啊。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知名 YouTuber， 没有知名啦，只是大家不嫌弃，十万都破不了叫知名，别笑死人。哇，这个就是我的发廊送我的 Amy， 他这个发雕超好用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已经剪了，帮我剪头发剪了10年了。会不会打开是一颗月饼？那只送一颗月饼也太有创意了。这个呢是上片公司 YT 公司的负责我的博达，一个小男生很可爱，他送我的是英式早餐茶，笑早餐茶，那就是只有早餐能喝，中午晚上不能喝。第二，孙总，今年是艰难的一年，疫情肆虐的日子里，哎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嗯，对了，创作者都非常辛苦，哎，我没有感觉很辛苦，哎，对啊，阿伦，你有感觉我有辛苦的感觉吗？我比较辛苦一点。阿伦比较辛苦，你是辫子剪太多，钱赚太多。虽然想要今年拼上10万订阅，但请记得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哎呦，贴心！哇，那字很漂亮哎，好像自己写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贴那个是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手写就很有诚意。哎，手写又可以写这么漂亮，博达公司用你真赚钱。你自己送我的，你写全体，全体的话，你公司也太寒酸了吧？但这边有放公账吗？博达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也祝你早日成婚，很红哦，很红哦，红滴滴啦。
香蕉介绍给我认识的设计师，郭元益礼盒应该就是郭元益吧？哦，哇，哇、欸哦，也是蛮……这我意料外了。那蛮漂亮，我以为郭元益就是那个什么绿豆碰啊。没有。哎，我觉得今年的中秋礼盒都很有设计感。对啊，我真的想看它。我以为就是几个绿豆碰啊。下一个，这个是我刚才把它打开，这一大箱，因为我觉得我要先打开，先看一下是什么的。对，哇，哎，好多盒哦，我到底，哎，等一下，见者有份，日安粮食，而且还有那个哎。海苔耶，重点是我台南的粉丝送的。各位看到我现在的淘宝，都是他在帮我弄。他送太多盒了吧？很屌的是，没有人中秋礼盒送这样子的吧？你看，送一箱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，我决定吃一个好吗？大家都吃一个。哎呦呦，哎，好粗，好脆哦。怎么好粗的？很好吃啊，好吃哈。嗯，接下来这边有一封信，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看到有人只送信不送礼物的，这是什么？谢谢 ，Thank you。你可以先看。哎呦，这谁送的？字卡是不是？我的学生。嗯。他说：“老大，祝你一生中秋节快乐。弟想了很久，能送什么中秋礼物给你？我一想一下，你什么都有，而且你什么都不忌惮。而且听说你在准备你未来的寿服，你说你要燕尾服，我听到是你的寿服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送。而且你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，所以他决定送我的衣服，他先画好。”哦，这个是你哦，怎么那么帅？吴冠达。哎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你看人家有用心画，嗯，因为他的脸嘴边肉画的很大，有没有？嗯，就真的是你了。感动，伟伟。感动，伟伟。就是我们去爱素食，所以到时候他会再送你一套燕尾服。不止，他要送我四套春夏秋冬，但是这个是我将来进棺材要穿的。那你又不是魔术师，跟要穿什么燕尾服？什么时候魔术师穿燕尾服？要不要帮你藏只鸽子在里面？不用。那是不是就没有礼物啦？各位观众，重点来了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你看我准备了什么？冠达，你今年已经因为疫情钱赚很少了 ，iPhone 十二你已经送了，你的诚意每次陪我拍片、陪我出去玩，这样就够了。够吗？真的够了。但是我觉得不够。真的够了啦！你不要在那边演，你就是在那边等我拿箱子来的。我不是那种喜欢人家送我礼的。各位观众，嗯，有没有人送这么大的礼物？祝你中秋节快乐。我不要啦！你不要吗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孙总呢？他人脉那么广，在演艺圈教父级的地位，你一定会受到很多吃的喝的。我想说要送一个不一样的，我要送你的是一个我觉得在防疫期间非常好的东西。哦，疫情可以用的吗？疫情可以用的家电产品。但是有比 iPhone 贵吗？这种东西呢是讲求实用，完整的。我们有新的吸尘器了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厉害！无线吸尘器哦，重，重点是可以试多。对，你之前在小强那一集有介绍过，你很喜欢连着吸尘器，这个是台湾的品牌，而且它自己有自己的保护，保护一年，跟你的不一样，是它可以吸脱。哎，你在跟人家比吗？开玩笑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今年收你太多东西了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你会回给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就是吸脱，因为你之前那个只有吸。啊，你这个呢？你看，它还可以帮你拖地啊，然后它会对，它有灯，因为你不要按住，然后它会把灰尘吸进来。外面的湿拖怎么加水？它这个重点是防疫期间，你可以加消毒水跟次氯酸水，不是只有加清水，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消毒的。所以你在外面吸地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顺便拖地。你看像这样，厉不厉害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这种打扫很累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看喽，手放着。有没有？它就自己顶起来了。哦，我好感。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不是，你不要再演了。你要怎么演？对啊，亲爱的粉丝，好的儿子生一个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比上人家生一堆，还要分财产，还要吵架。这个就是这样拆开，就可以直接把灰尘掉下来。有没有？这个东西呢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功能。哦，我懂了。它可以有狗有猫，现在可以吸它的那个。都是你的床垫。我现在可以吸我的票。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你比较脏一点，我帮你除尘螨一下。哎，有感觉像在会痒，像在按摩。没有啊，它会这样子拍啊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来，我来拖地拖拖看。那你拖拖看。哎，你在尿尿，你也倒菜吗？
我跟你讲说我手很残，你手本来就 很多了。它的重点就是一般都不能用消毒水，只能用清水，那这样拖地没有意义啊。哦，这样好了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边吸地边消毒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有没有？哦，它真的在。而且如果你要吸什么，那你看你到那个比较暗的地方，哎，它真的在消毒水了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边吸地边拖地，有没有？它那个灯还可以照，你看沙发箱比较暗。嗯，哇，它的头很好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孙总的好物分享。中秋贺礼大车屁。真的是样样都感动，我还是觉得拆礼物拿菜刀比较方便。快打，你不要一直叫我拿美工刀。谢谢中秋节大家的关心，大家的关爱，孙总都收到。那应该还会有第二趴，因为现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。对，已经有这么多礼物了。又老又病又穷，您有残障手册的孙总，并不孤单，也很温暖。谢谢所有人的祝福，酸民请继续酸我，我还是要破十万。祝福大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每一天都非常 happy。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因为很多店已经快倒了，大家都要去支持，不要只支持孙总，我们要支持所有的店家，支持我们所有身边的人，爱我们的人，珍惜现在。OK。拜拜！到底什么时候要破十万？我知道，你拿着菜刀吹跳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不赶快让我十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要不然我就继续开下一个礼物。对。